你们会有梦想吗？你们的梦想是嫁给你，嫁给你，嫁给你，脱掉，脱掉，嫁给我。这个他们听到了，脱掉没有听到。嫁给我们，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？我的梦想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好好好，换一个话题好了。这样我真的接不下去，因为接下来要说要有梦想就要努力去实践它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样鼓励不太对吗？有喜欢的事情你就要去努力追求的。还是你吧，有梦想我会祝福你们，我会陪你，好不好？陪你们去追求那些你很冒险的梦。